各位董事长，上课喽。Miki 可以来前面唱吗？亏了，那个帮我简介一下，就是。咖喱哟，咖喱烧，咖喱当作一个宝，咖喱听，咖喱抱，你是阮的小朋友，今仔日明仔载，永远健康佮快乐，无忧愁，无烦恼。很深男生哦，可以打棒球。Miki 很少唱歌的，就是为了他的 baby 而唱。接下来要唱的这个就不简单了。